一气呵成，就是一个字啊，整个字啊，它把它连贯起来写。这个完了吗？你看到吗？哦。还是连贯的。啊，就要一直写下去啊。收，这个可以，你跟他讲可以。收，歪了啊！你看啊，开始歪一点啊，所以把它调回来。啊，你看这个其实是断的啊，为它这边。还是有这个有这个感觉了啊啊有气断意也是这样，你把它那个拉，这个也是这样啊，反正你写的时候有一个连贯的感觉就可以了。清寒，哦，这笔啊，勾压的，哦，一起来对啊，哦，我这个已经，但是这个。这走这边走，哦，赢，汗也是这样的，这边斜一点，哦，赢汗，看吗？啊，注意它的那个赢汗，无声。好，你看这个声，如果你觉得这个声，不需要的话，那你就不用拉长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两个放两个字，差不多一样，对吗？比方说，刚才看这个要拉长，你就这边就避免了，不需要，因为它这边，它可能不需要嘛，哦。这边不需要拉长，因为不然的话，你把这个又开叉了。哦，除非你觉得你不要，你硬要拉长，哦，硬要拉长可以，就变成这边，哦。不过你看啊，它这边有几个字，三个字，三个字不需要，你明白吧？就不需要拉上去，因为你把两个字拉上去就可以，哦，就没有必要了。当然，如果你觉得这个太小，你就不要啊。如果你觉得这边太小，可是你啊，你不会觉得太小 ，OK， 啊，除非你觉得太小啊，那你转玉在中间嘛啊。啊，这个玉也不需要调的，那就是直接跟它不需要调它，两个够了，转一是。这个字有点怪，不用紧。
重，好、哦，很重，哇，这个太差了，嗯，再加个纸生纸，开始，要换笔了，嗯，纸页。很重了，不长，好，不长好，明，还是这样上去？这边啊，明月，明月。啊，明，也是这样，明，啊，这年年就增肌可以，好，哈哈，这多好，好，明年，好。因为我刚才一直写，一直看这支笔啊，分心了啊。你发现这个像这边啊，这边稍微的，啊，呵呵受它影响。啊，这边过来，还是这样。这个虽然这样，你看还是回来。何处看？这个最后一个字这边呢？啊，把它放这个比较好。这个，啊，这个，因为你最后一个字。哦，结尾章，那这个如果你这边写没问题，哦，不过最后一个字我是认为说写为这个目比较，而注意看 ，OK， 我们写作是东坡啊，中秋诗也可以。哇，这个字，塞吧。再起哦，可以。OK， 好。